大家，今天是1月31号，牛年的最后一天。就因为前面下了一周的雨，所以现在天气好，就心情更好了。然后今天的话，因为我今天没有回家过年，今天晚上去火山家过年。剩下的白玉卷当早饭吃掉。这是今天早上刚刚送来的快递，是我在网上买来，想要好好收纳一下我的运动服。现在运动服有点乱。
이제 가고 싶으십니까? 아, 가고 싶어. 알겠어요, 마. 근데 이분은 배우. 배우? 네. 어디? 뉴욕 안 갔어요. 아, 오. 무슨? 네. 이분은 이제 대학생인데, 이거 보면. 我们带了很多昨天晚上在河马买的吃的，晚上去爸妈家吃火锅。恭喜发财来来来，这年拜的也太惨了。跟你看装修这，我们刚刚回家了，拿到了红包，然后我们现在打算把春联给贴上。这个春联是火山玩游戏拿到的春联。开心果真的太好吃了。开心果为什么那么好吃？这一盒都被我吃完了。这是小春联。各位大声地告诉我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没有。来吧，壬寅虎年，马上就起。熊熊花。第二个乍一看我以为是冰冰呢，虎年快乐啊。